是安徽淮北市水西县。我去的时候呢，我查看地图呢，离蚌埠比较近的嘞。我觉得蚌埠我姑娘在那边，我能是往我姑娘那个跑吧。我跟那边连工作带这个到退休才拐回来，我都跟那个等40多年。那在农村里面，八年，咱都搁那边。那八年呢？你70年下去的，是吧？八年嘛，78、79年大返城了呀，你没返到？招工走了呀。最后关键是不给你招工走了。你后来到了招工到安徽一个什么单位呢？有机医院。医院。哦。在医院里工作了。哦。那好单位呀。好单位呀。那么相应来说，你的退休工资要高一点了。比企业高一点。高一点。比那企业反正是相差差一点点的企业相差1800块钱。95年我提前2年退休的。医院退休是护士能提前5年退休。哦，能够提前五年。退的。退了就回上海了。没有。打工。我上我姑娘那个月了。因为上海租房紧张，他房子小。回来没地方住。那你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现在回来了，对啊，现在回来了，动迁。那么在上海就打工，打工了吗？孩子不叫我打工。哦。我有一次我就这样，搁，上海过两个月，拐回来，到我姑娘那个过两个月，就来回就这样过的。到母了，我娘有病，照顾我娘，我算是等在上海了，没办法，在我娘的楼上面，三层阁楼，建了一间三层阁楼，搁那个住着，为照顾我娘，好有地方住哎，我娘得胃癌，3年，去世了。目前两夫妻收入应该还可以吧？老公是那边农村里头的人，老公是当地农村的。那么当地农村有没有退休金啊？没有。当地农村，那你不是到医院去了吗？我到医院去了，他在农村呀。哦，那时候就结婚了。那时候就结婚了。那结婚早了。也是结婚早。那么你老公那上海补助了呀？没有。也没有啊。我还没给他交户口弄来，我还没给他他户口没回来，户口没有回来。为什么不回来？可能复杂一点。当中有点小插曲。有点小插曲。就有点故事了。有点故事。我的个最小的个儿，他跟那个结婚了，这个二孩子没结婚，在上海嘞。知了，我妹妹给我打个电话说，老二没结婚，户口能上来，不过你俩得弄个假离婚。哦，这两个小孩就户口都上来了。嗯。嗯，那你这么不转一下，就是可能老二还回不来。哦、是吧？那么你丈夫现在在上海呢，还是在老？在上海。在上海。他跟那个得了脑梗，反正我的工资。就这样俺俩花，因为你的老公他没有生活来源，就我所知道的，应该在上海可以拿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呀。生活保障，对呀，我到居委会去问了，居委会说关键你是离婚的，没办法给你，就没有复婚了。嗯，那你为什么不走复婚这条路呢？因为事情已经是尘埃落定了呀。对呀、啊，要复婚，叫我老公要这个了，还得考虑第三个孩子跟那个结过婚以后，他是没有这个，他没有土地的，你没有土地，你叫他跟那个你咋做生活？那么这个就跟你复婚有什么关系了？一复婚，我叫他这个往上海弄了，老头的一份土地不都得抽掉吗？第三个儿子在农村。你养了三个儿子。嗯。你还是有点本事的。一般人就两个呀。那句话好。不是二哥，也不是。也不是，也就是糊里糊涂的，没事就生儿子。
想闺女。哦，想闺女啊，想个闺女，结婚。生一个是男孩，生一个是男孩。哦。就是生了三个男孩。那么生了三个男孩，那你不生下去了？不敢生了。老头去算命，说你得生五个男孩才能生闺女嘞。那你就生五个呀。去了，我不要了。我说。还好没有生啊，生下去真的是五个人完蛋了。那么后来，那么现在就是说，你老公户口没上来，剩下就是在农村里有一块地，那么和你的那个小儿子绑婚在一个绑婚在一起了。如果他上来的话，可能就意味着他农村这块地就没有了。那么可以这么说，我跟你代说，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啊，我跟你稍微小结一下啊。那么你上儿子第三个儿子生也是靠这块地来生活的，生活真的很艰难的。我刚才讲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？是的。阿姨你贵姓啊？我姓徐。姓徐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啊。老实人呢，现在连上海话可能会讲，连这个普通话这都是完全是安徽的口音了。就是的，我不能出去人家一找我说我一说话安徽的。你出去安徽的，我一听你就是安徽的嘛。你个关键就是个这个不生病，这些钱能维持生活，一生病就完蛋了。教授员就是考虑到以后一个养老问题，一个就是医疗问题。你的考虑应该说比人家更多一点。我没有多大的要求，就是老三他立的远，他不问我，但是我也觉得可以也算是欣慰的。欣慰什么呢？欣慰两个大的好像两个大的笑。但是你还是牵挂着第三个儿子呀。牵挂着第三儿子，老大不说，老二也不说。那你心里应该牵挂了。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去扶持这个弟弟啊！我也不牵挂这个，你也不牵挂了。我在那个，你今天问我要一点的钱，明天要一点的钱，和那个你就开始挖，到现在你也是我也是的这个，搁水西买套房子，问我要了几万，这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再去牵挂他了。就是的，是吧？嗯，知青不容易哈。就是不容易。